看完腾讯、华为的下班时间，再看看阿里的下班时间，差别就是大啊。现在对于一些上班族来说，加班是常有的事。其实公司的制度一直都是多劳多得，顾名思义，加班多的工资就要高，不然谁会干吃力不讨好的事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腾讯、华为、阿里这些龙头企业每天收益过百亿，那员工的勤奋成什么样。不可否认的是，这些互联网公司本身的吸金能力就比较强，公司的人才更是一抓一大把。之前网上有流传说腾讯、阿里、华为员工加班太疯狂，深夜公司的灯火依然通明，其实这里面有多少是真实的呢？下面就先来看看腾讯的是个什么情况。首先，腾讯主要是社交软件和游戏挣钱，软件开发是在所难免的。腾讯的正常下班制是5月30日，而按照腾讯给员工安排的福利来看，在6点30就有大巴送员工回家。照这样看来，加班一小时既把钱挣了，又有专车送回家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其实这仅仅只是开始，更大的诱惑在后面呢。在晚上8点的时候，公司还有一顿相当丰富的工作餐，这些加班到8点在公司吃完就不用回家再做饭了，所以就有人陆续加到8点。如果加班到10点回家坐车是报销的，那个时候一般都没有公交，所以打的是常有的事。不得不说，腾讯这么一些手段用的可真是高呀。华为的工作地点比较隐蔽，办公分为了好几个园区，周围还有参天大树遮挡，所以了解情况实在困难。不过据观察，华为一般到正常的下班时间，公司门口根本没人出来，只有8点半左右才只有几个别人在来回走动，等到晚上11点左右，大部分员工下班回家，还有些员工直接加班到凌晨1点的。最后来看看阿里的，据观察，阿里的员工大多数都集中在晚上10点和12点左右下班，过了晚上12点，阿里办公的整座大楼依然灯火通明，不用想直接有员工加了一夜班。这样看下来，腾讯的还好，员工一般在22点下班，华为的在23点，阿里的在00点。相比之下，这些公司员工加班可真疯狂。